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了点药。卡洛，有没有想我？想你药快吃完了，所以给你带两盒。有按时吃药吧？有，放心吧，按时吃着呢。算你没骗我。坎洛，今天有吃什么好吃的吗？有没有想我？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今天遛他了吗？遛了。感觉他今天心情还挺好的。神秘，你跟甜甜平时是怎么样的工作模式啊？啊，我替 Evan 的，他很关心这件事。工作时间呢，他都会在，除了正常的吃药和一些心率的监测，也会让我注意一些饮食方面的东西。那他会建议你饮酒吗？什么意思？那天我在酒吧街附近看见你们了。那又怎么样了？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没那个必要吧。神秘，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小的时候，我要是跟别的男生一起玩，你会不高兴，会闹别扭。现在完全变了。你不也说了吗？那都是咱们小时候。现在咱们都长大了。哎，我还有点工作要做，要不你先……好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但是我顺便提醒你，虽然你现在的工作重心在宠物医院，但是绿川那边你不要完全撒手。沈宏远现在有了顾明泽的辅助，他很可能利用研发部来翻盘。你好自为之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宝贝。拜拜。走了。嗯。